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是以播种者、载种者、漂流者、分配者。警告你们的事却是真实的，却是要发生的。 有诡诈的主天们是，你们却是各执一说的。原被祖谢者将被祖谢，而不能达到他。愿常常说谎者被弃绝。他们沉浸在愚昧之中，他们是崩溃的。他们问你报应日是什么？ 那是他们在火刑上受刑之日。你们尝试你们的刑法吧，这就是你们要求早日实现的。敬畏的人们必定在许多乐园中，在许多源泉旁接受他们的主所赏赐的。他们在生前却是行善的。 他们在夜间只消消睡一下，他们在黎明时向主求饶。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平民的权利。在大地上，对于多心的人们，大地上有许多迹象。 在你们自身中也有许多迹象，难道你们看不见吗？在天上有你们的给养，也有应许你们的赏罚。以天地的主门是，这却是真实的，犹如你们能说话一样。 关于伊布拉辛的受优待的宾客的故事已来临你了吗？当时他们进去见他，他们说：“祝你平安。”他说：“祝你们平安。”他想这些是深刻，于是他悄悄地走到他的家属里来，拿了一头肥嫩的羊犊。 他把那羊肚送到客人面前，说：“你们怎么不吃呢？”他为他们而心怀恐惧。他们说：“你不要恐惧。”他们以一个有学识的儿童向他报喜。他的女人便喊叫着走来，他打自己的脸，说：“我是一个不能生育的老妇人。” 他们说：“你的主是这样说的，他却是智睿的，却是全知的。”他说：“主位使者啊，你们有什么差事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却奉命去惩治一群犯罪的民众。” 我们将因毁灭他们而降下粘土变成的石头，这是从你的主那里为过分者而发出的。我把城里所有的信士都救了出来。我在城里只发现一家归顺者。 我曾在城里留下一种迹象，以便畏惧痛苦的刑罚的人们作为借鉴。在摩萨的故事里也有一种迹象，当时我曾派他带着一件民证去见法老，但法老因有势力，故背弃摩萨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个术士。” 或是一个分人，所以我惩治他和他的军队，而将他们投入海中。
他是受责备的。在阿德人的故事里也有一种迹象，当时我曾使无意的暴风去毁灭他们。凡经那暴风吹过的东西，无一不变成破碎的。在塞摩多人的故事里也有一种迹象，当时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暂时享受吧。他们曾违抗他们的主的命令，故极雷袭击了他们，当时你们眼见惩罚降临。他们未能站起，他们也未能自卫。以前我毁灭了努哈的宗族，他们却是悖逆的民众。天，我曾以全力创造他，我却是大能的。地，我曾铺张他，美哉铺张者。我将每种物造成配偶，以便你们觉悟。你说，你们应当逃归真主，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。你们不要以别的神灵与真主同受崇拜，我对于你们却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。他们以前的各民族也这样，没有一个使者来临他们，他们就说他是一个术士或是一个疯人。难道他们曾以此话互相嘱托吗？不然，他们都是悖逆的民众。你应当退避他们，你绝不是受责备的。你应当教诲众人，因为教诲对于信士们说，却是有益的。我创造精灵和人类，只为要他们崇拜我。我不忘他们的攻击，也不忘他们的奉养。真主却是攻击万物的，却是有权力的，却是坚定的。不义的人们和他们的朋友一样，必得一份刑罚，所以叫他们不要催促我。伤灾不信道的人们，当他们被警告的日子来临的时候。